我是一个道德徘徊的女人，我破坏别人的家庭。你想去哪里？不要这样对我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怎么了？你又做梦了？是，我又做梦了。我真希望梦里的一切只是一个梦，我又害怕这一刻才是一个梦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我要走了。你还是想回到他身边去吗？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和穆振飞在谈恋爱，其实网上的事过几天就会过去。你男朋友一定不是个普通的人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平息这种舆论，所以你不用太着急。嫁给我吧，要不然我们都老了。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。不，同学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离开你，你不要再离开我。我爱你。